拿红书是属于旧约里面十二先知书里面其中一卷。十二先知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结集呢？其实是记录着以色列人在主前八世纪、七世纪、六世纪、五世纪，讲到关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一些国运，上帝对这两个国家的旨意。灵情日记旧约篇，逢星期一至日早上7点播出。